你瞅着，又要攻击大帅，你瞅你熊样儿吧，你大帅是对你带打不理的，你还连着打人家三下，你瞅你，也不知道你是害怕呀，还是给自己打气儿呢？叫那个声儿吧，大帅吃草呢啊！不要也影响人家午间用餐。英俊呢？你瞅你从气势上你就被大帅给压倒了。你瞅你那个造型，是耳朵都不支棱了。大帅有点生气了。我去！我才看到偶像还在这儿呢。这俩都会没有正式见面了，见面肯定偶像又吃亏了。偶像，快跟我进屋吧。我还以为你在里屋呢。走吧。你叫什么大帅？是不是叫刚才错失了战机？要不你就又收拾偶像了。大帅现在在我家可豪横了，那天把胖虎给打了，现在觉得自己是我家战斗力最强的猫了。看那个英俊那个，又是想先勾引大帅。然后将他暴揍。这是英俊祖传的勾搭其他猫的配方。灰英俊做好了以弱胜强的准备。随时灰英俊都可能出手。大帅就在那心平气和的在那等着他出手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玩意儿也是了，英俊是大长腿，你看。英俊用游击战术打一下就跑，他还能占点便宜。如果多战几个回合，他在大帅面前是讨不到便宜的。战争的硝烟还没散去，胡英俊还继续使用他那魅惑猫心的战术，但这招在大帅那。早已经过时了。你瞅大帅，那尾巴都成扫地机器猫的。英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总发起战争，难道就是你是因为身上痒吗？蹭着蹭着你就蹭来电了，就开始欺负大帅了。说欺负大帅也是抬高你的身价了。那大帅真急眼了，这是。
被你生生的挠了一下。大帅，你保护好自己眼睛啊，因为胡彦俊打架，他非常的辣眼睛。大帅气坏了，没有办法，天天就带着胡彦俊这一只属下，还老不听他的，还老想篡位。